凯里市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首府。凯里是苗语的音译，意思是等待开垦的田地。2021年9月初，凯里市一名叫姚某涛的青年进入了黔东南州警方的视线。大家都叫他姚总，因为他有钱，都知道他有钱，但是不知道这个钱，外人是不知道他钱怎么来的。这位姚总是一名90后，长相清秀。在凯里市一些人的眼里，他算得上是一名成功人士。这个人呢，在生活上也是比较奢靡了，啊，就是成天的开豪车住豪宅。最开始是白色的豪车，后来撞了之后又购了一台黄色的。他就30岁左右，所以一个90后突然爆发成这个样子，在我们这边是比较这个少见的。凯里市有一支民间足球队，球队的主要赞助方也是这个年轻的姚总。据警方了解，姚某涛本人喜爱足球运动，组建这支球队后，队员的服装、球鞋、比赛奖金等均由姚某涛出资解决。有一次夺冠吧，请他们全足球队去三亚包游艇包酒店玩了一个星期吧，都是他出钱吧。警方之所以把姚某涛纳入视线，是因为接连收到举报信，举报的对象正是这位年纪轻轻却腰缠万贯的姚总。案件来源就是接到秘密举报。实际上啊，这个案件最开始我们拿不准，认为他可能是个跨境贩毒的大毒枭。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在举报信里，举报人称姚某涛突然暴富，行为异常，涉嫌严重违法犯罪，请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然而，姚某涛究竟做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举报信里并没有说明。对此，警方进行了初查，没想到这一查还真查出了不少问题。那么，姚某涛到底是什么人？他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他的来龙去脉。住豪宅，开豪车，赞助足球队，夜场消费一掷千金。这个人很有钱，非常非常有钱。茶叶店、寄卖行当甩手掌柜，青年富豪钱从何来？只涉毒，这个资金才来这么快。接连接到举报信，警方展开秘密侦查，揭秘财富密码。一线正在播出。姚某涛是凯里市人，据警方初查，当年姚某涛初中肄业，没有一技之长，也无正当职业，终日游手好闲。2014年，姚某涛在当地消失了，据说去了国外。2019年，从境外某国回到国内。回国后的姚某涛成了一名商人，但是他做的生意不大，起初开了一家茶叶店，生意很是清淡。后来他把茶叶店改成了一家寄卖行，还在一家酒吧投了资。他也在这个夜场里面投资啊，有100多万的投资。姚某涛似乎并没有把生意放在心上，他年轻且非常好玩，经常在当地酒吧等夜场一掷千金。他消费很高，每一次去酒吧的话至少也是20多万起底消费。他这个人出手很大方，他每一个情人就是要买一辆 DBA， 然后再给一些现金。姚某涛行为高调，他的高消费令人啧舌，再加上他出手阔绰地赞助了一支民间足球队，这样的消费能力绝不是经营一家小小的寄卖行能够维持的。
警方调查了姚某涛的家庭背景，这个人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富二代。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很有钱，非常非常有钱，而且挥霍无度。可是他现在这个实力，没有这个合法合规的这个收入渠道啊，这是第一方面。这个资金大额资金来源不明，发现家庭背景，包括拓展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些，我们这个家庭家族他们没有这个实力。姚某涛的父母均是当地企业的退休工人，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生意。那么姚某涛会不会找到了什么财富密码，从而挣到了大钱呢？平时跟他们吹牛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外面接工程啊，弄一些大的业务项目啊，这些才找钱的。然而民警调查发现，姚某涛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工程，他身边的人也和工程不沾边。很神秘，非常神秘。因为从他钱方面，第一只是说不匹配，不能说他犯罪，因为确实找不到突破口。警方调查发现，姚某涛早年有过两次犯罪经历，算是一个问题青年。抢劫的时候，因为当时作案的时候未成年了嘛，也没有受到一个重判。他是一个贩毒的前科，当时是在凯里，他犯了一个小拎包被抓获了，后来被判了有期徒刑一年。经过更深入的调查，警方发现了问题。姚某涛虽然消费惊人，但是他却从未自己付过账。就觉得这个人很异常，为什么异常呢？他基本不用他就自己的银行卡。姚某涛经营的茶叶店和寄买行由他的两个朋友负责打理，这两个人也负责给他开车，包括给他的各种消费付款。他全部看中一款包，一两万块，两万多块钱。他直接跟财务说，打多少钱到哪个卡上，几分钟就给他转过来了。姚某涛的父母退休后，除了退休金外，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但是2019年后，他们名下购置了多套房产，其中包括一栋别墅和一些门面房。发现他的父母名下有多套房产，就觉得他这个收入跟这个不匹配嘛。他这个茶叶店是用他父亲的名字注册的，他不是用他本人的名字。他自己的资产呢，全部挂着他父母啊，挂着他亲戚的名下，这就表现出很大一个异常。因为正规收入的人，他不可能把这个自己的资金这些全部弄到别人的名下去。近几年来，姚某涛的父母和女友不断地接收到来自境外的资金，种种迹象显示，姚某涛似乎在刻意规避被调查的风险。姚某涛的母亲加起来一个月收入可能有个4000多左右，但是他母亲的卡上却经常有5-6万、5-6万，或者是最多的一次有100多万的一个转账，一次性转账。每一个行人，他都会收到现金的存入，就5万、5万的，这样打钱进来，跟他父母他就有产生了共同点。民警调查发现，2014年以来，姚某涛多次从云南非法出入境，往返于东南亚某国。根据他的突然暴富的特点分析，他有可能是跨境的毒贩的投资。大家都是朝这个涉毒犯罪来研判他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涉毒，这个资金才来这么快。2021年9月16日，黔东南州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对姚某涛展开侦查。然而，经过梳理，近几年毒品犯罪线索，没有发现姚某涛和贩毒人员之间有什么关联。通过大量的排查，确实都和他挂不上钩，没有联系，没有这个牵扯，而且他本人这个也不吸毒，身边的朋友也不吸毒。他确实有贩毒前科，但是他这个贩毒前科跟他这个收入比起来，我说如果这样贩的话，他这种开销的话相当非常非常的夸张，然后量很大。对，他这个贩毒的话应该早就被抓掉了。境外资金源源不断地打入姚某涛周围相关人员的账户，这和一般毒品交易中的资金往来形式有所不同。
如果姚某涛一直通过贩毒获利，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经过这个分析之后，确实贩毒这个我们就这个线索嘛，我们就逐步就排否了，排除了姚某涛涉嫌贩毒的可能，专案组转向另外一个办案思路。姚某涛的种种表现似乎和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相符，他会不会在从事电信诈骗呢？如果弄这个电信诈骗的话，他多少会有部分受害人他是报案，通过他们盘查之后发现与他和他身边的亲朋好友以及他们的这个关系比较近的一些朋友，这线索都没有。2019年之后，姚某涛一直在凯里市活动。专案组分析，如果他是一个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操控人，那么他不可能一直待在凯里市做甩手掌柜。如果他弄这个电诈骗的话，他本人他回到这边来不好管控，不好这个管理他这个团队啊，然后这具体说操作电诈骗这个情况他掌握不了。确实在他身边没有发现与电诈骗有关的一些线索，也没有受害人举报过与他们关联的一些电诈骗案件。经过一番调查，专案组最终排除了姚某涛涉嫌电信诈骗的可能，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专案组秘密侦查了2个多月，案件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看来这位姚总发财的路子隐藏的实在是太深了。就在这个时候，姚某涛恰巧呢要去参加一场婚宴，专案组决定派出侦查员前去赴宴，来个贴近侦查。功夫不负有心人，近距离接触后，侦查员获取了一条重大线索。那么姚某涛的底细能否被揭开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侦查员参加宴席，偶得姚总发财密码，嫌疑人约定饭局，并成警方抓捕良机。揭秘财富密码，一线正在播出。姚某涛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参加了这场婚宴，侦查员得以近距离观察姚某涛，他的一举一动尽收侦查员眼底。因为你知道婚宴坐在那里坐在一起的肯定是关系比较好的，看他跟他关系好的他的一些下线的马仔是哪些，我们把人先认清楚。侦查员看到姚某涛持有两部手机，他分别用两部手机聊天，其中一部使用当地方言，而另一部手机则使用普通话，似乎在和对方核对账目。他们说的是一些很隐秘的代名词了嘛，发工资啊这些都不说，发工资就用他们境外的那些话术了嘛，使用的是境外的一些聊天软件，我们才发现他不是在弄这个网络诈骗，也不是在弄这个毒品犯罪。宴席上，侦查员认准了姚某涛的几名好友，也许是姚某涛的成功感染了他们。之后，在一个夜市摊上，这些人的话题终于指向了姚某涛。就说他到底是干嘛的？有一些关系好的，平常就爱吹牛嘛，爱吹牛就说他是一个赌场的老板，大家都是这么说啊。他在境外反正开赌场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说就吹下牛也没事，就听过。左右来印证。通过这些人闲谈当中的只言片语，结合姚某涛在参加婚宴时遮遮掩掩的手机聊天内容，警方确定了侦查方向。我们才恍然大悟了嘛，才清楚哦，原来弄钱是通过这个跨境赌博，弄这个网络赌博啊来获取的。我们在这里就找到了突破口。然后反向侦查，然后就顺势地摸到了他的很多这个他使用的银行卡。
在姚某涛实际使用的其中一张银行卡上，每天凌晨都会有钱进账。每天晚上12点、1点到4点这个期间进账，他进账是非常有规律的，就300、400、500。如果是诈骗的话，他是上万的骗，骗一次可能这张卡就不用了，但他这个卡是持续性的，他持续了非常久。侦查员还发现，虽然姚某涛每次买房买车用他人名下的银行卡付款，但是均备注说明款项系姚某涛支付，这说明真正的买家正是姚某涛本人。一步步一层一层的把它拨开。其实我们在行动之前，我们从内心确认它就是一条网赌的大鱼。在境外设置的赌博网站和开设的赌场，只要是你有组织我们国内的公民出去，或者是发展我们国内的公民去参与赌博啊，我们这个国内都是有管辖权，我们是可以直接这个打击处理的。然而赌场在境外，网络赌博的服务器也在境外，姚某涛都干了些什么，如何取证成了一道难题。调查中我们发现，他不管在网上弄这个网络赌博嘛，他在境外他也有一个赌场。接下来的难点也就是怎么去找和明确他在我们国内发展了哪些赌客啊，召集了哪些公民啊，在网络上进行赌博。很快，专案组通过调查分析姚某涛的资金走向，查到了部分犯罪嫌疑人和一大批参赌人员，人查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把那个成绩全部画出来，谁是客服，谁是司机，谁是代理，然后他代理的是哪些赌客，然后就全部弄出来了的。侦查员打开这些设在境外的赌博网站，可以直观地看到境外赌场的实时场景，国内的赌客正是这样通过网络参与境外赌博的。有些是专门在为他们赌博在散发广告啊，招揽赌客的啊，招揽赌客呢，后面他还有那技术服务人员啊，专门为那些赌客那些技术支撑，就是教你怎么弄。境外赌博网站为了招揽生意设置了许多代理，这些代理负责发布广告招揽赌客，并为赌客参赌服务。赌博网站则给各个层级的代理抽成。姚某涛涉足多家赌博网站，应该是一名层级很高的代理。从这个当时的资金流水的比例来看，我们初步核算了一下，他每笔资金他差不多拿到70-80%这个提成啊，所以我们就明确他是个大头。侦查员发现，在姚某涛与境外赌场联系的时候，很多员工称他为老板，他的一些下级代理也经常向他汇报业务进展情况。有一些代理也在跟他们说，老板，这个月我拉多少代理，拉多少赌客啊，那应该拿代理费多少这种，然后就在里面问他嘛，然后他就在聊天软件里面通过远程掌控来管理这个团队。就这样，姚某涛仿佛手握财富密码，虽然人在国内，却日进斗金，在凯里市肆意挥霍，尽情享乐。因为他是老板，他就打电话，每天打电话说，我需要钱，你打到哪张银行卡号里面。好，就一个电话，每天晚上就5万、10万、20万的入账了，就那么简单。2022年3月，黔东南州公安局916专案组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收网行动开始了。我们最终决定的除了把人抓获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把他们的财路给打掉，把他们的那个获利全部追赃收缴。在州公安局统一下达抓捕指令，我们统一行动的。当天的抓捕行动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专案组原本计划兵分多路抓捕目标嫌疑人，没有想到这些人刚好约了一个饭局，他们从4面8方聚到了一起，刚好凑了一块。我们说当时抓捕得很顺利，哪个出发？
来，就是他身边和范晓、罗某啊、李某啊他们几个，他们角色就是他手下卸下的一些小代理啊，还有推广。然而，侦查员要抓捕的主角姚某涛却迟迟没有出现。抓捕组随即找到了姚某涛的居住地点。姚先生，哪个？你喊他名字？一敲门，他就感觉不对劲了，他就叫他女朋友在那里故意就拖延了几分钟。他知道这事情迟早会来，但是不知道是那个时候就我们就行动了。大哥，大哥，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的车业管局的，你先来，好，现在找到你的时候有事情的，来我们调查，可以，别放心了，啊，你本人用手机啥呢？这个，对，床上的手机是哪个的？我的，你的是吧？抓到他之后，第一时间你控制完人，你先把手机给控制了。这个是我们抓捕的时候的一个细节吧，反正就是注重证据收集，知道自己犯事了，他也逃不掉躲不开，毕竟之前也有前科，他也知道自己这回算是栽了。黔东南州公安局916专案组先后展开了两次抓捕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1人，除主要犯罪嫌疑人姚某涛之外，还有负责为境外网络赌场发布信息、招揽赌客的推广人员、客服人员、买卖银行卡人员等等，甚至还有姚某涛的父母。那么姚某涛究竟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他的父母又为何会牵涉其中呢？境外开设赌场，网上招揽赌客，青年姚总财源广进，为了蝇头小利，梦想一夜暴富，贪心落得凄惨下场。揭秘财富密码，一线正在播出。2014年，姚某涛跟着他人偷赌出境，听人介绍，姚某涛在一个专门从事网络赌博的赌场内负责推广，工作内容是通过网络发布赌场宣传信息，从而招揽国内的赌客参与赌博并获取提成。因为这个人非常灵活，并且他这个人呢长得还眉清目秀的，得到了网赌的老板的青睐。姚某涛做事灵活谨慎，很快便获得赌场老板的信赖，他也在耳濡目染中掌握了跨境网络赌场的运营管理模式。2017年，姚某涛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赌博公司之间发生了一些摩擦，他的这个老板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姚某就顺势的接手了他的这个盘子。在赌场打工几年，姚某涛熟知赌场的运作方法。从那时候起，姚某涛开始招兵买马，自己当上了赌场老板。他们的这个团伙以姚某为首，团伙下层成员差不多有20多人，但是说姚某代理的赌博公，他这个境外的那个赌博公司，他那个公司成员啊有很多，而且规模应该多的时候有300人。姚某涛呼朋引伴地招来昔日好友邓某、张某等人，让他们在国内多家网站发布广告，招揽赌客，推广线上赌博。随着业务越做越大，姚某涛的财富也日渐增长。我问了他赌客，他自己说了一下，大概有2000多。赌客，越来越多之后，他这个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时不时就打几十万给他父母，因为当时他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身家了。
然后他就想办法叫他公司的员工去收买一些其他名下的一些银行卡来洗他这个赌场的钱。犯罪嫌疑人张某名下的一张银行卡被姚某涛购买后用于网络赌博转账，转账金额高达1.6亿元。这个卡主的话他也是不承认的，他说我根本没有办过这张卡，这张卡什么时候办的，是在哪里办的我都不知道啊，办卡这个地方我都没去过。但是后面我们去了这个开户行，也调取了他当时去那边办理银行卡的时候这个证件照片，包括他办卡的时候银行有这个对他的脸部抓拍啊，这些都调取了，然后所以才最后才证实了他这么一个事情。经查，张某不仅把自己的银行卡卖给网络赌博犯罪团伙使用，甚至还收集他人的多张银行卡供姚某涛团伙使用。张某他就去找了他家里面的人啊，他的表弟啊这些去要索要这种银行卡，帮助啊犯罪嫌疑人可能转账啊，就是说刷流水，有了很多的时候刷流水，刷了几十万几百万，他们可能自己才得了几百块钱，就一点点很小的利润，然后就让他们自己去进行违法犯罪嘛。渐渐的，姚某涛开设在境外的赌场以及网络赌博平台运作成熟了。2019年，姚某涛回到了家乡凯里市，他摇身一变成了当地商界的一名成功人士。2019年从那边回来了，远程操控，他这样就实现财富自由了。回来这几年就衣锦还乡了嘛，到处潇洒，到处玩。我们要对这套房子进行搜查，根据相关法律。对于姚某涛的父母来说，原本不争气的儿子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出息，他们高兴之余又有些忐忑不安。你到底去了哪里？你到底干了什么？因为你正常情况下一个月你不可能，有时候打个50万来，有时候突然全款买一个，给我们买一套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父母很知道，他们自己承认了，也怀疑他儿子做了什么坏事，但是他儿子一直要，就是给他们的暗示，就是说你不要问。之后，姚某涛用父亲的名义开了茶叶店、寄卖行，用父母的名义购买别墅、门面房。银行卡里源源不断地汇入大额款项，姚某涛的父母此时已经知道儿子在干些什么。时间一久，他们似乎很享受儿子的财富带来的快感。看到这么多证据摆在面前，他母亲后面也是认罪的，他母亲也是知道他去那边是去做什么生意的。后面就习以为常了嘛，就包括他买那个豪车的时候，他母亲还很开心。儿子非法获取的财富终究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灾祸，警方依法查封了姚某涛的房产、豪车以及其他非法所得。最终，姚某涛的父母也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依法采取刑事措施。姚某涛的巨额财富自然来源于参赌人员的赌资。案发后，侦查机关通过提取姚某涛及其团伙的银行流水，查明其非法获利上亿元。像他们这种网络赌博公司肯定有个专业的一个后台团队去调那个胜率，或者是说做一些手脚，所以说看那些赌客基本没有一个是赢钱的，都是输钱，输的多的有几百万的，少的也有个几万块钱，基本上逢赌必输，没有发财，这些赌客都是亏的。比如那个我们找到四川那个赌客啊，他说他本来他是有几百万的人，他在就在这个网站里面输了300多万，最后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泣不成声，后悔参与这个赌博。据我们了解，最大一个赌客是输了1500多万。这名输钱最多的参赌人员原本是江西省景德镇市一家车行的老板，然而参与网络赌博后
多年的积蓄被他输在了网络赌桌上，他的人生也从此改道。他自从就沾上这个赌之后呢，一年之内输了1500多万，现在欠了一屁股账，真的十赌九输，没有谁赢的。不管你是线下还是线上，中国的线下线上这个赌博都不是好事，就大家千万不要就去参与这个赌博。到案之后，姚某涛辩称赌场是开设在境外，依照境外当地的法律是合法的，而国内参赌人员呢，也是通过网络在境外的网络赌博平台上下注，他认为自己没有违法犯罪。那么依照我国法律，对姚某涛的行为要如何定罪量刑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它有一个关于这个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里面就专门规定了，以盈利为目的，利用信息网络、通讯终端等传输毒品视频数据，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跨境赌博活动，有这个下列情形之一的，都是按开设赌场罪，其中就包括设立赌博网站、应用程序并接受投注，以及建立赌博网站、应用程序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等等。那么本案里面涉及到的行为，它是一个跨境赌博啊，借助的是这个信息网络的这种方式，行为人他涉嫌的啊，以及最终可能被认定的，那么就是开设赌场罪。这是关于定性的问题啊。这个关于这个处罚的问题，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开设赌场罪处罚还是比较这个严厉的，因为我们情节严重的判断一般是根据他的赌资或者是这个抽水的金额，或者是他盈利的金额，这种跨国性的这种就是网络赌博，他涉及的金额通常都会比较巨大啊，所以一般都会被认定为是开设赌场罪里面情节严重的情形啊，就是有可能要判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姚某涛归案之后，他的父母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那么为什么姚某涛的父母也涉嫌犯罪呢？对明知来路不明，可能是违法所得的财物，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袁教授的解读。刑法第312条规定的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啊，它的主要表现就是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掩饰隐瞒的。那么从根子上来讲，就是使得司法机关要查处这些犯罪所得的收益变得困难。那么这个行为从根子上来讲，它是一种妨害司法的行为，是要受到刑事追究的。那么也就是说，最高可以判处7年有期徒刑。从我们法律鼓励的角度来讲，还是应该积极的这个配合司法机关。那么在有些场合，甚至应该积极的劝说这个犯罪人主动投案、主动上缴这些犯罪所得收益，那么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啊。十赌九输，网络赌博还往往深藏陷阱，平台会对每个下大赌注的参赌人员精准研判，最终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些人输个底儿掉。这也正是姚某涛等人的财富密码。还是那句老话，珍爱生命，远离赌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